各位观众朋友，真欢喜哩！播时感受看这节目，我有在跟咱讲耶稣诶时代。 犹太人认为这三种人是叫做罪人哦，啊，这三种的头一种，因上无爱的对象，著是遐替罗马政府伫扣税的人。罗马政府是将抽税即个工作当做亲像一个工程，伫发包啊，互犹太人来。 冒税哦，来冒抽税的工作啊！即即叫做税吏。伫亚述诶时代，即种诶税务官是犹太人直接的，但看做是罪人。啊，佮另外一种是妓女，因感觉妓女是在侮辱上帝诶听，甲上帝诶恩典哦。所以即种诶叫做罪人。啊，第三种、就，第是。 贪心会去人偷摕物件，咱在十条街内底的第八界讲袂使偷摕，第十界讲毋通贪你的厝边所有的物件。啊，即种人偷摕会去偷摕，会去做强盗，或、就是去贪人嘅物件，即种嘅嘛叫做罪人。不真趣味是罗家方言书即个作者。 伊真爱描写耶稣，真爱甲一种犹太人看做是歹人、作坏、哦、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什么所在，拢有一寡人是互咱诶社会甲伊看做恶毒可恶诶人。无基督教，基督教正确诶，基督教福音是讲，即、这个社会看做上歹诶人。 基督教福音讲，大有学耶稣去，甲伊听、烧、甲己帮助，会当改变人诶生命诶态度。哦，即、這个是真要紧诶所在。唔单呢，耶稣嘛关心当时犹太人拒绝往来的一种人，因家己诶有因家己诶血统诶人，不因真不爱的种人，叫做撒玛利亚人。啊 罗加福音书》的记录的内面，耶稣的俄罗斯玛利亚人的好处，因有真正伫执行摩西律法的教示，颠倒是犹太人的宗教书表，表面上拢伫传达摩西的律法教示，但是无真正去伫接受。哎，这是耶稣的教示内的。 真出名诶，一篇故事叫做《撒玛利亚人》诶故事哦。啊，耶稣会甲只诶犹太人送无爱诶，即种细礼做伙，罗家福音书得写一个真特别诶故事，安尼得讲，有一日，耶稣对家里的要去耶路撒冷，收犹太人上重要叫做搬过节祭仪。 沿路一直行，一直行。伫瓦郡亚罗司令进前，来有一个庄社，叫做亚里哥。哦，啊，即、这个亚里哥是一个真出名的庄社。真出名的庄社的原因，是亚里哥本来是一个啥物地？耶稣爱时代大兵拍入去加兰地，攻落来的一个城市，叫做亚里哥。啊，亚里哥因为耶稣啊攻落了呢。 有下咒语伫迄个城市，啊！迄个咒语咒作诶语言是讲啥物？讲即个城市以后会变做一个无路用诶城市。啊，然后对一个人去定将即个城市搭起起来，即、這个人会拄着灾厄。后来真正伫阿合王诶时代，伊将即个城市搭起起来。 我起开是无路用诶，安怎无路用？因为迄个城市诶土地是水是袂价值，水若袂价值，啊，咱得知影人袂去遐大，搁一人就是我，都无法度生产，因为水质上过歹。一直到伫当时，就是到伫伊丽莎诶时代，伊丽莎诶时代。 有人伊讲，亚历哥即个城诶水袂啉尽。后来伊丽莎就用伊诶方法，伊叫人摕一块碗内底底盐，伊拿水盐拿水达到伫即个亚历哥，讲以后你诶水会变做好水。诶，到拄到伊丽莎行即个新家，和亚历哥即个城。 后来就开始发展甲真好，原因著是土地税改善了，变作好水。因为是好水，农产品拿来哪侪啊？下入来人就拿来哪侪，经济的人哪侪啊？然后亚历哥就成做一个农产品的贸易中心，贸易中心啊，有起咱知影，那是土地税。 草就侪，草若侪，咱知影即种牧羊吼，即、哦、种畜牧业得将真发展。后来遮就真侪羊毛皮甲农产品的交易中心，啊有真侪人会来遮做买卖。罗马政府伫即个压力高城。 就说一个什么，说一个税务中心，即、這个税务中心有一个税务长，名叫做萨介。我有讲过，逐个人对即种税务人员真讨厌，会将列入伫什物？列入伫即个罪人嘅中间。啊，啥物嘢敢叫做罪人？诶，这真趣味。咱知影人吼、哦。 对钱拢有迄个贪婪的心啦，吼！所以才会去谋罗马政府的税务工作的人。罗马政府譬如讲，即、这个区域我干呐要抽一百万，啊，你交我一百万，啊，春年你要安怎去收，那是你的代志。啊，搁伫罗马统治的时代，巴勒斯坦这犹太人。 为着要抵抗罗马政府残酷的统治手段，因定定会起什么？会起一种反叛的工作。啊，反叛的工作，第有人会去教唆反叛的一种，去去去使弄百姓叛乱上好的一个方式，就是鼓作教唆。 罗马政府无可能，互你无缴税啊！咱会记有人在去问耶稣，公员工在缴税，互罗马政府。耶稣己讲啥物？讲罗马皇帝物件，互罗马皇帝；上帝物件，献乎上帝。本来去问的人是真爱耶稣，讲啥物？讲无要缴税。 毋免缴税，啊若毋免缴税，伫罗马政府会看做叛乱犯。咱若看当时诶犹太人是即个心境，因未想要缴税，可是罗马政府会派兵水，互遮税务人员，因会去加抽税。约翰福音书第有写即个问题哦，罗家福音书佫写佫较清楚诶问题，第、就、讲、是。 惊说嘞！约翰伫约旦河底等死嘞！时，著有迄个抽水诶人来问：惊说嘞！约翰，讲什么？讲，阮得爱安怎做，才会当表明阮真正有悔改？惊说嘞！约翰，甲人讲什么？抽，恁应该抽诶水著好。抽恁应该抽诶水，意思著讲，毋好加当抽水。 因为罗马政府叫你交一百万，伊会予你譬如讲百分之十万的报酬。迄十万的报酬应该有够额你通用。但是因毋是因为加抽，所以哦，才会引起人嘅讨厌、甲拒绝、甲即种人做伙，甚至会规定法院袂使传即种抽税嘅人做证人，因为因拢是无诚实嘅人。 伫这个亚历高城，我头先在讲，遮有一个税务中心。税务中心的主任，著、就是一个人，名叫做萨盖。萨盖手臂的下面讲，萨盖是一个有钱人。可是萨盖有钱人，逐个人讨厌萨盖即个人。讨厌萨盖，著是伊一定有加抽真侪税。 啊！毋过逐个讨厌伊，啊，过来老家这个手笔的下面底描写一个较趣味，讲伊人会啦，伊人会啊，伊人会。伊、啊、虽然是一个税务处的主任，有社会地位，啊，耶稣来到即个城，哦，啊，逐个人矮矮定定。我有在讲沿路有真侪人对耶稣要去耶路撒冷参加办过节。 祭器诶活动，啊，来到耶利哥城，逐个人拢要出来看哦。耶稣要对遮过哦，咱甲伊做下来耶路撒冷过即个庆典，逐个大家点点伫看耶稣过境诶时阵，世界嘛想要看，是安怎？世界要想看，想要看耶稣，因为耶稣诶学生内底就有税务人员。 所以世界真爱看讲耶稣到底是一个什么种人，这就是世界。咱先休困一下，再过来继续。<music> 我头先有在讲耶稣要去耶路撒冷，来到耶利哥。 矮矮墩墩的人在看耶稣，撒该嘛真爱看耶稣，不过伊人矮，爱阁是税务主任，大家讨亚伊。所以我在想象迄个镜头，哦，咱也当然想象，大家看到撒该来，拢刁工客做伙，无爱给伊细入面人群的头前。伊知啊，伊当然知，大家人无爱伊。 阿妈要阻挡伊会当看到耶稣，可、就是世界真爱看见耶稣是安怎？因为耶稣诶学生有即种税务人员去对耶稣，耶稣招哟招来做伊诶学生。佫毋但咧，耶稣伫家里里，伊要甲税务人员做伙食饭，所以逐个人。 未介欢喜，甚至会讲，当耶稣召即个利未税务利未来做伊个学生的时，当时伫家里里就有一寡宗教领袖做无欢喜，讲伊竟然甲税务人员甲侪人做伙。啊，耶稣著讲一句真出名的话，伊讲我来毋是要找好人，我来是要找歹人。 是不是哦？我来是要找歹人，啊！在老家是讲耶稣讲，伊来是要找即个歹人来悔改哦。换一句话讲，有痛，耶稣用即个痛，得来改变人诶心思意念，改变人诶心灵甲性命诶态度。这是耶稣说的做。不。 一定会传，因为因是一个好即个犹太人社会，甲拜特的人啊，因为拜特因自然的求教会啊，听到讲耶稣的学生有税吏，耶稣会到这来抽税人做伙食饭，真侪因的朋友，做一个税务主任的世界。真爱看讲啊，即、這个耶稣逐个在讲的一个。 一个真够疼人、真够帮衬人的耶稣，到底是生做安怎样？因为我有讲啊，逐个无爱，互伊客气头前，客气。路边，会当看着耶稣。逐个拢看着伊来，就揢做位，揢做位。十界下就看袂到，后来看着路边有一丛酸仔树。即、这个酸仔树，伊就爬去迄个酸水的树顶，伫啊。 安尼得较悬，袂去用砸哩，不然会当看出讲一个做主任诶人啊爬去咧树仔顶，一定有真侪人伫笑，感觉你啊看，你啊看，伊讲做税务主任诶人,的人爬到树仔顶，你感觉迄伫搭笑，伫搭撇笑诶时阵，因为伊特别显目，伫爬伫树仔顶，所以也所远远看到。 行来到伫这个树下骹，就甲世界讲什么？世界你落来，我今仔日要来你的厝，要点伫你的所在。伊讲世界你落来，我今仔日要来你的厝，要点伫你的所在。我这不得了啊！当耶稣在讲这个话时，边仔的人一定真着惊啊！伊竟然。 会想要去甲即种税务主任大做伙去因家做人客。伊讲我今仔日要来因家做人客，要点伫你诶所在。咱一般诶人就是今仔日诶团队者嘛是共款。今仔日诶团队者，拢开是物遮个社会有名声、有地位诶人来家己诶教会，甚至来团队者诶厝做客。这是今仔日。 人诶，软弱拢是伫遮哦，较爱有迄落名声地位诶人来。啊，若讲到遮有问题诶人，大家拢会纠揪起来。咱、啊、看耶稣毋是安尼，耶稣是行来到伫即个生灾树，即、這个生啊生水诶树，骹，就甲即个世界讲，你落来，今仔日我要来你诶厝。 耶稣伫表示这个时阵，随时去学撒该听到，真受感动。拄拄甲伊听到讲，耶稣伫家里哩招税务人员来做学生，去税务人员诶厝做客，伫遐食饭。就是有人在讲，耶稣嘛无在在意即个代志，搞都搞。 伊看到的耶稣就甲伊听到的两种共款，所以世界真受感动，伊就对树仔顶随跳来。伊跳来，伊随时甲耶稣讲啥物，讲我要将我诶财产诶一半摕出来真济送向人财产诶一半摕出来真济送向人两位观众朋友。 罗家碧话的下面就讲：，沙街是一个有钱人，有钱的人要将财产的一半摕出来，真济送养人。诶、欸，这毋是遐容易啊！绝对毋是遐容易。哦，我哋真感动，讲美国真出名嘅事业家微软嘅头家比尔盖茨，伊将伊亿财产百分之九十八摕出来做啥物？做三种。 足有意义嘅工作，安尼著是专心伊嘅基金会，全力伫支持研究癌症嘅药啊，甲抑制嘅药啊。第二项著、就是伫非洲上向嘅国家嘅所在，伫下来设学校，所有设学校嘅经费拢从伊来支付。第三项第、就是甲世界遮个出名药厂。 那买版权，买什么种个专利个版权？就是对艾滋、对癌症出来的新药，伫非洲来新药厂。但是只个药啊卖乎非洲人，干哪会当卖伫即个非洲送向诶国家？因知影只个人无钱，通买遐尔得贵诶药啊，但是。 表格子个基金会是去甲要抢买即个版权，敢若卖伫非洲个所在，百分之九十八，即是即个表格子所提供。不杀界，有讲伊要将伊个财产的一半摕出来，真济送向人。啊，然后剩下一半要创啥物？迄趣味哦。伊讲我过去有坏人，杀界承认哦。 你讲要伫正人诶面前承认家己有贪污有歪，咱咪当讲伊无歪啊，因为迄是罗马政府用阮伊去做诶方式。你得交偌济，互我剩诶，你地抽诶拢是你诶，所以是犹太人伫讨厌伊地抽，毋是伊违背罗马诶法律。 不多多多不我煞甲伊承认又加共抽。我伊讲我剩诶一半，我加共抽诶，我要四倍来赔伊，四倍哦。若照模式如法讲？伊伊赔我这第三，就讲赔原来加二十五 p e 哦，加二十五 p e r 得加四分之一，你爱补偿人四分之一。 世界毋是讲我倍上四倍，毋是四分之四倍。某些如何在讲赔四倍，在讲偷牵一只羊，你爱赔四只羊。羊、牛当时拢是真重要、贵重的物，你爱赔四倍。啊，若钱是赔四分之一。世界毋是，伊将伊外人诶当做是。 外人的样啊，同款，我要赔四倍。我耶稣真感动哦，真感动。讲其实耶稣毋是讲世界公家了后，才讲要去因兜做人客。耶稣是大前甲世界公世界汝落来。我今仔日要来因兜做人客，要住伫汝诶厝。因为耶稣即个话，互世界感动，伊做即个决定。 啊，即拄啊，亲像保罗在讲啥？讲上帝表现伊的痛，伫咱世间人，犹阁是伫罪中间，犹阁伫犯罪中间，已经带成七肯耶稣来到伫世间疼咱。这是伫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保罗在讲，毋是讲咱已经悔改变做好人。 上帝只找耶稣来听咱，毋是，是咱要搁伫最中间，耶稣已经来听咱。所以咱看耶稣伫实践这个教示，就讲、是，逐个在讲世界是歹人，啊，世界伊嘛承认，伊有做坏人诶代志，也是贪人诶代志，贪人诶钱，我要赔四倍。 是因为耶稣决定要去伊的厝做客，互伊感动，伊安尼做。其实耶稣伫讲这的时阵，还佫伫讲一项，伊第是伫讲甚物？伊过去的架势，伫听你的对敌，为着遐迫害你的人来祈祷。耶稣伫讲这的时阵，伊即满伫讲，听你的对敌。 世界那是当时犹太人的对敌，耶稣已经耐心去听伊，这第是伫实践伊的教示。后来，逐个人伫无欢喜的时阵，耶稣讲一句话，讲伊甲恁拢共款，拢是阿伯拉罕的子孙。其实耶稣伫讲一句话是已经伫讲什物伊甲逐个人拢共款。 拢是上帝所听的经字，上帝不爱有任何一个人受欺杀。那位观众朋友，若从这来想今仔日的基督教会，咱安怎在看今仔日社会所欺杀的对象？咱是不是在学耶稣有较快的心性，将这个社会所欺杀的对象，归咱的双手，敢讲教会欢迎你来。 这才是咱应该有的态度。真多谢你半时感受看,看这节目，祝我上帝祝福平安。